这歌曲都让我自己有点想起来当初毕业的时候。抱歉。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那进入正题。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金教国际秀。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吕廷宇。那在这边让我说一句有一点老套的话，就是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节。从学生时代开始，国小、国中、高中、大学以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将是毕业生们进行离别的季节。而今年这一次的暑假，对某些人来说，又会是人生中最后一次的暑假。那在这边想要问一下大家，就是还记不记得当初是怎么来到教经系这个大家庭的？是自己理想中的科系，又或者是你的成绩刚好让你来到了这里，是透过学测繁星，又或者是指考上榜。那这些都不论的话，等一下，我想一下，马上好。OK， 好，很好。在芸芸之中，他好像有点哈利波特的魔法帽，能带领着大家来到教经系这个大家庭。那这顶魔法帽又会将每一位毕业生们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送到属于自己合适的地方。确实，哈利波特的魔法帽，经过4年的学习与兴趣探索后，会让在场的每一位学生渐渐地找到属于自己人生的方向。不论是教育训练的讲师，或是到企业实习的初阶巫师，又或者是你想要成为教学魔法师，那我在这边都期许并祝福每一位的毕业生学长姐们，能够找到让自己灿烂耀眼的地方，像宇宙的恒星那样闪闪发亮。那今天就让我们以轻松快乐的心情来欣赏接下来的表演秀吧。那接下来是由大三学长姐们带来非常 Oh my God 的表演。